6:55山上人家。可以看到云海，还有蓝天白云。盛开的樱花满山满谷。这里是樱花大道，有拍云海？有啊，都有拍啊。我觉得云海比起樱花，我更喜欢云海，因为它很美。对啊，很像瀑布哎，我觉得。对啊。走错了，你应该从我们刚刚停车的地方往右走，再往上走才对。不是现在往下走，我们现在要往上走，回到我们开车停车的地方，那边有一个出口，那边的。没有，我要往上这样绕过去。它上面的樱花是不同品种，而且上面视野更好，你不要忘掉。你们一定会不虚此行呢、啊。我们刚刚就开这一条吧，开始。对。我这边真的算一个厉害的点，难怪那么多。对啊。可以看到云海。对啊，还有蓝天白云。
这里是山上人家，除了樱花，还有茶园。树荫，我们要往这边，往这边上去，上面的视野更棒。不会被电线杆挡住。不会啊，这里很棒。哪边？这里很棒啊！上去你从上面往下拍，更漂亮。道路湿滑，请勿进入。它根本不会湿滑。有啊，没有问题。有没有没有电线的地方？有啊。不想搭电线。这样吧，不算好走吗？小心呢、啊。这里比较好拍，当然了，还可以再上去一点拍，这里拍就很棒，等一下再上去。
还有另他们有另外一条路可以下。慢慢上。哇哇，按掉上面前面上面就有路。两个兵从大马修哈，我先美，美看看。这边我们来拍个自拍，赶快来，快点！好，要拍影片。
不会。都去年都跟同学来的都一样啊，一样啊，所以我就说。我记得你五角是没有来。对，我记得他有一颗来树下的。因为我记得他在皮裤。我看到一件皮裤。你呢？哦，你看他有皮裤被皮。这个钱要照多少？我算照的少，我去日本照了2000多张照片。他去日本的时候也是，他在那边一直狂拍猛拍，然后我就在旁边找张椅子坐。马来西亚是这样子，就跟他一样，高兴就好了这样。空拍不要拍墙。不喜欢狂拍，其实像我们。对，拍全部的，然后那个景会就不一样了。你看太阳出来的那个云海就没了。然后我拖到那里面就是三年多，就大家就骂，叫一不叫。对。太可恶了。我觉得不太品种不一样，这个前面这个是粉色的。刚刚云彩快掉光了，你看云彩就没有了，对啊，快没了，马上就没了。用横的拍，我可以用平的，用横的走。那我们就往前走啊，往前走一段，然后再回来，不要走，就走到前面的红色牌子那边，我们就折返。因为那边的路泥土路有点坡度，会滑。所以我们等一下下去还是要走那个水泥路。
三星给我用大概一年左右。这餐厅外面的庭院要往好，这里前面有个大坪，大草坪，很多人在这边，也有樱花。樱花大道，在北边，慢慢走啊。你可以去买人家切割你的两分地啊，现在山上都这样，切给两分地，爱怎么盖怎么盖，反正你也违法。照顾就看不到人了。
所在吼，那甲无同款人去行行的路线都同款。一下都两个拢有看，阮翁甲阮大姐拢有看。不一样嘛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简直看不来。哦，笔电也有啊，有一个板，还可以嘛。